理事长在台上讲解如何折纸，教导阿公阿嬷折出今天上课的作品。虽然是第一次体验折成民工仔，看起来相当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手指跟眼睛都需要长时间专注，对他们来说相当不容易，但能将成品折出来都似乎很有成就感。给我们这老伙仔用一些脑，用脑啊，较袂讲变 老人痴呆啦。可以训练我们的脑部，因为脑部能够这样子，智慧才会不会那么快的老化掉。富寮社区利用每周四集中用餐时间，教社区长辈折成民工仔，让学员可以体验创作的乐趣，同时还能训练到手指机能，达到身心灵健康的目的。最后能将公仔带回家，迎接过年的到来。新年快到了哈，那我希望给这些长辈人带来福气，所以呢，我今天在集中用餐健康促进，来让那个长辈们呢自己亲手做，来祝福自己。活到老学到老，议员简景贤也鼓励待在家中的长辈，能多走出户外，多参与社区活动，拓展自我的朋友圈，让生活更多彩多姿。最后也祝福乡亲新年快乐。富寮社区哈啊发展协会哈啊真正用心哈啊伫过年前咧啊来吼咱这老大人哈啊来做这个神明公仔哈啊这个神明公仔看起来哇你看非常的水哈啊够有古早味哈啊会当诶安尼吼从感受讲吼啊过年的气氛真希望讲咱社区这时代哈来多多参与哈啊过年嘛已经到哈。啊，祝福咱所有这老大人吼，啊，除了讲啊做这个神明公仔啊快乐以外吼，啊嘛祝这是大人吼，啊当然嘞吼，啊新年快乐。借由折神明公仔，让社区长辈感受过年的气氛，还能将满满的祝福带回家中，和家人分享喜悦，共同迎接过年的到来。每日新闻，庄国军草屯采报道。